反应，是伊讲一篇，啊我讲一篇，啊不过讲了等下无要拍分数，毋过有要收分的。伊讲袂使超过十分钟，这是消费规定，消费嘛规定讲我一定来讲超过十分钟，安尼才表示讲我是安尼有事。我会记即我囡仔时代，我读初中甲高中的时阵，阮家是两间店面，啊其中的一间租户一间房租歹个，就是咧修理机车的机车嘛。啊，这辆机车也是真大件，所以头家就是师傅。啊，这个师傅工真好，所以伊的生意真好，真侪人咧房租歹拢趁阿好修理，啊伊无闲个。伊就开始砍柴啊，又砍人的柴啊，啊，所以师傅安尼教柴啊，啊，这种古早师傅教柴啊，柴啊拢是住伫师傅的厝，啊，所以伊爱集中伫住，爱住伫内边，啊，然后嘛爱集中伫食，啊，这个柴啊，伊去了后，还爱做真侪代志，上台先透早开门。啊，开门了后，开始拿烧水泡茶，互师傅啉。啊，按落师师傅来扫涂骹。啊，然后几个月了后，啊，伊就开始会使我去师傅身躯边。师傅咧修理房倒摆时，伊会使去躯大边啊，啊看师傅安怎修理。啊，袂使讲话哦，再个袂使讲，嘛袂使问问题，干来会使讲，佮看半单。开始师傅就会叫伊做一寡较简单的代志，啊，叫伊我倒摆看来，啊，这眼镜拆开，啊，这安怎做，这安怎做，开始教。啊，然后这个师傅就对师傅一步一步开始学。啊，安尼生三冬四个月，安尼叫做出师傅。啊，安尼以外，我有问这个师傅，讲啊，你较早咧学师傅的时阵，伊毛师傅？伊嘛是去学师傅工，啊，变做师傅嘛。伊讲安尼，这个手艺三冬四个月学起来，安尼算紧啊嘛。伊讲其实无好讲，阮紧紧啊，三冬四个月，其实我三个月就当个教了。不过就是要家己教，教我拖，教我拖，教我拖，因为我要学家己教另外一项代志。这项代志就是，伫咱这项的中间，有咱这项的文化，有咱这项的文化。唔是干呐，你学功夫安怎去修理一只机车，安尼啊，是有一个文化，啊，我要改变这个文化。啊，我来甲问讲，啊，你有啥物文化？你都非常啰嗦嗦，他有啥物文化？伊讲有无？伊讲无注意。我会教我的师啊，伊咧修理房屋的需要用，就是头仔对，用刀啦、啊，用螺丝，用一寡伊的功夫。我会甲伊讲，这个功夫是你吃饭的饭碗，啊，所以讲。你爱尊敬这个时候啊，你爱尊敬你磨心的功夫，你爱尊敬这个。啊，所以你修理好势了后，这个物件袂使坏蛋，袂使坏蛋，爱藏好好势。每一项修理的时阵，这个功夫你爱甲切好真清气，爱甲切好真清气，因为修理往多摆就是拢油嘛，啊乌索索，你爱甲切好真清气。然后放伫一个茶室碗内底，烤过，啊，摕去鸡鸭店，放好好，啊，搁较烧烧，你再食点。透早起来，除了开门、扫涂骹、泡茶以外，就是爱去甲伊去甲工具箱摸下来，开开，一项一项搁笑一下。啊，其实之前是袂一定出现，然后开始你积极的工作，啊，这个叫做意念。我甲这个师傅，甲这个头家问讲，啊，这个文化有甚物款个囡仔？我其实这个文化真了不起，因为伊咧教咱讲，咱伫咱的人生中间，咱爱会晓去分辨，甚物是第一重要，甚物是第二重要。迄个上重要，迄个要互你趁钱的工具是上重要，所以你爱上该注重伊。啊，其他的吼都无甚物要紧。啊，所以咧教你人生中间会晓去分辨，什么是上重要，啊，什么是较无重要。啊，然后我咧讲一句话讲，啊，那安尼你人生到今仔日，你感觉讲什么是真正重要，啊，什么吼嘛实在是无啥要紧。伊讲吼，那藏袂入去
去棺材，路总不要紧；藏袂入去棺材，路总不要紧。人生海海，这其实拢毋是较真重要。啊，我常常咧想一句话：，啥物物件是棺材藏袂入去不要紧？啊，棺材会当藏啥物物件进去？棺材会当藏啥物物件进去？最近我参加一个告别礼拜，那是一个咱的中辈老姊妹过哦。啊！伫迄个告别礼拜中间，伊个囝婿讲笑了，囝婿讲笑了。我才突然间去想着，阮最近嘛有人寄一个 email 来笑了我，讲有两翁仔某冤家，啊，迄个太作实滴，就要甲伊单标，讲我要转来阮娘家，哦，伊若做欢喜，伊肯转，我甲你礼金。哦，迄个太作实滴，阮甲你交了个。我转来要抱我妈妈，伊阿公抱我，一日甲阿公嘛甲你妈妈咧讲电话。你最少搞到五点钟，你有啥物好搞？大项代志嘛搞过，有搞吗？哦，这太来作生气的，我太大项拢调你袂去，伊袂总感觉。啊了，我要带我妈妈来到一个月，哦，平安好，拜托一下。你若甲带来，我来过关的。看介介绍天妈这联络是全世界上拢无无无咧放，唔可能这个囝婿甲伊的姻缘是很正好，甲伊，啊所以这个这种的情。这种的疼，这种的家庭，这在，这在，这才是真正的。啊，所以这是一个古早台湾师傅扛师啊，啊，唔是呐，教伊功夫呐，来教伊人性，来教伊文化，互伊知影讲人生要安怎花，迄个上重要的代志。师傅教师啊，这是一个非常。今仔日咱看到耶稣，其实耶稣咧教学生，伊较毋是讲伫一个大学开一个班来你来选学问，毋是的。我看耶稣咧教学生是真正师傅咧教师啊，所以耶稣行去到叨位，一队人队，一队人队，啊，伤济人，耶稣只好拣十二个来做班长，啊，来做伊的同工，来做伊的干部，啊，来带一队的人。所以耶稣带因上只讲一句话来对话，耶稣上只讲一句话来对话，唔是讲基督教搞报告拍门锁，唔是讲啥个，伊讲来不对话。耶稣行头前，耶稣甲因讲做伙，耶稣做互因看，教互因听，爱只学生来跟对耶稣，这是师徒甲师爷的方法。是安怎爱只规矩？因为耶稣不是在教知识人，伊在教我，伊在教我。今仔日来所读的经章，第三十八、十三、九章，耶稣家下的人讲哦，啊，恁在找啥物？甲求婚伊的人，恁在找啥？咱人生拢在找一个有价值的，咱拢在找对少年找到钱啊，啊，有可能咱找的面条有啥共款？少年的时阵，咱就。记得，甲今仔日就记得，可能有啥感觉，不过咱拢在找，一直有记得。然后，这个学生伊就甲耶稣联络了一句话，讲两笔，你点唔到，讲两笔你点唔到，表示讲伊来找耶稣，其实是已经有找着。耶稣甲问讲，啊你要找啥？啊其实已经有找着，伊找着啥？伊找着耶稣。啊！伊对耶稣的认识上也比，啊，这伫古早是一个真平常的代志，就是讲真济犹太人因爱对一个伟大的人比，啊来报，啊所以真济人就去对人比，啊带伫遐解挂做伙，啊正做一个人比学校，啊伫遐啊因带做伙，啊人家会当听伊讲解或伊话，要搁报伊的信仰，报伊的话命，报伊的信仰，啊所以讲我去找人比。所以，必要的话，因咧找啥？因咧找一个要紧的人。然后耶稣讲：“你来，你来看，就会看见。”然后耶稣因开大座会，大座会，大座会了后，咱来看到啥？大座会当然，大座会不是刚刚底下咧甲耶稣泡茶、食火锅安尼啦。大座会是咧甲耶稣座位相关，听伊讲道。看伊安怎甲信用挂出来，然后分对伊啦，对伊爱挂
去发现着，因所找的毋是干一个业力，毋是干一个先生，毋是干一个老师呐，是一个弥赛亚，是一个弥赛亚。弥赛亚是救主的意思，救主有两个意思，一个是信用上会当救，另外还有一个是正义上，也就是会当带以色列人、带犹太人去印度罗马帝国，会当让因搁再一遍犹太独立。的这种的正义的意思，所以因本来是干那咧找一个良币呐，因为甲耶稣做伙住，认捌耶稣的缘故，因见面是伫拄着比赛，因久久咧听候一个救主，所以遮的人，遮也是若无甲耶稣做伙住，因对外口看，啊这良币袂歹啦，不过当伊甲做伙住了后，因发现这是。咱在找是你法价值的物件，咱来想看卖，咱三十年前咱所在找是甚物？咱设定的目标是甚物？那今仔日予咱硬找，咱来找甚物物件？是真做价值的物件。咱咧看耶稣，咱是徛伫外口咧看，哦，这里耶稣袂歹啦，拢肯人做好心，也是咱真正有感，咱来做耶稣做袂大，学习袂了，知影哦，这个物件。这个不是干教我一寡知啦，不是干教我做好心人，伊是真正我个帮助，会当教我大，会当改变我，会当初教变心。特别是姊妹，咱主耶稣伫咱旁边中间，是一个特别伟人，也是咱的救主，咱当心来得。主，我感谢你。反对对这业力开始，最后都是比赛啦。因为我甲你做伙做，主求你恩典看顾咱正常日子。我对你的敬拜，我对你的憔悴，也是还阁停留伫业力，还阁停留伫你是一个真好的先生，当教我真正道理的事，求你尽力关心，教我。